从色香味俱佳的主菜到诱人的甜点，经典英式圣诞菜肴原来是这样。Tangling Cookhouse 推出圣诞大餐啦！这家英式餐厅将西式料理和亚洲风味融合，店铺装潢充满浓厚的圣诞氛围，好浪漫可爱。圣诞套餐分三道式和四道式，价格从58新币起。烟熏三文鱼鲜虾，薄薄一片，但是风味很够。蒸蛋混合了猪肉和羊肉，三层口感体验，培根肉蘑菇汤很顺滑浓郁，一口下去浓浓的蘑菇味。主菜圣诞火鸡惠灵顿，火鸡肉质有些偏柴，不喜欢的小伙伴也可以选择猪肘三层肉，搭配烤脆的小茴香和苹果酱，肉香四溢，甜品好精致可爱。白巧克力搭配巧克力慕斯，强推黄油布丁面包，焦香的吐司，泰国椰奶冰淇淋，肉桂粉和朗姆酒，快带上小伙伴一起点燃圣诞的氛围。